是用来抚平你对我真心。
战胜暗黑，我们的 DNA 也开始连接，我们的防渣也开始分解，所以故事的发展情节留下伏笔，等待下回分解。这个粉丝的力量相当大、啊、对，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女团，是的，嗯，接下来要